合卖的这个微型逆变器，你这里面接的是四块是吧？四块，四块，四的，多了几块板，然后你直接接上，这是串联起来的，串联的，这是串联的线，因为你如果只有一台，你没必要了，就直对，就直接这根线就并上去了，这个线直接并到那个并网口呢？对，也就是说维尼你只用一台也可以用，一台加四块板，一千瓦。对，一台加四块板，一千瓦就可以用。有这种微逆有可能导致台积电压升高的事情，你有没有发现这种？没有。微逆可能导致台区电压升高，我们目前资料较少，持续关注中。